不过如龙六他那个童身好像是四五十岁的，主角童身一马，童身一盖，盖爷。传说斗气，传说斗气，一拳打爆东京啊！一拳打爆东京。啊，这个死刀看一下，看能不能挑战成功。哎，要不要给你们回味一下如龙啊？也可以啊，反正还有这个，等会还有半个小时，这边要走得稳一点。啊，开首 BGM， 不然没有声音。现在，来，来就这么爬。谢谢甜甜送六六宝剑，谢谢我们的杠杠送的六六宝剑。玩是可以玩的，但是你们不要举报我就行了。最近比较严，因为马上出新版本了，可以回味一下。好，我们这个跑酷比赛呢，要越过各种各样的障碍物，只有一次机会，人死了之后从头开始。人千万不能死，可以慢，但是千万不要死。大春，啊，这是大春呢，谢勿忘。大春很久不见了嘛，大春。噔噔噔，洛洛 ，go。才好，千万不能掉。哇，搞定，稳。电箱千万不能被电到，电到就死。我操，难爬，一次机会一条命，考验极限的技术。OK， 稳住就好，千万不能急。谢皮卡丘送来的宝剑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掉下去一个，掉下去一个，掉下去了，啊，掉下去了，看我了。OK， 极限技术，搞定。第一，哇，
末端反身跳。跳上来了，千万不能掉下去，那边有飞机有坦克，只要过去就能送他们死了。斗没人玩得过我，这个模式没人玩得过我，懂吗？OK， 入水。就是神。拍上！我给你们基友求一个求我的机会，如何？啊，这是队友，那我就不杀你们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战机开，我就不拿太多枪了，对吧？啊，搞去，狂杀！哇、wow、我还没开始杀你们，你们就开始叫爸爸了啊！所有坦克全部摧毁，开杀！给你们个求我的机会，不求则死。我让你们爬，前面两个，再见，连杀，如何？我还想爬，还想爬过去拿枪，啊，让你们拿枪。就是神！哎呀，为什么呢？我还好这边，我真的还好这边不是把你们围住的，把你们围住，你们死得更惨，真的死得更惨。扫地。开走！什么叫小逼啊？有没有实力？来。哦，打包，给你们这个机会，就看你们有没有实力了，啊，用实力说话啊！我只要是石头，哪次不拿第一？哎呀，我的天！啊，不，给你们个机会，把飞机给你们啊！还要吗？哇哦！哇，差点撞到树。再见。再见，死。很跳吗，小伙子？很跳吗？哎呀，杀了十几，哎呀，无限连杀，哎呀，这感觉。
我感觉我在大屠杀的感觉，太爽。还是盖子不在，盖子在啊。来，这样给你们一个机会，来，我把飞机给你们，来，我把飞机给你们停在这里，看你们谁能抢得到，谁能抢得到这个飞机，这个飞机就给谁。谁能抢到这个飞机，这个飞机就归谁。哇，惨烈啊，继续冲冲，继续冲。哇哦哇哦，好多人过来抢哦，来，所有机油呀，我操，队友抢老子的，哎呀，哎，这他妈这队友，哎，我去，这队友抢我飞机干嘛啊？没关系，我有枪，我得干他们。一个，两个，这一个杀一个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神。最后六发子弹，子弹不多，可以啊，躲得可以啊，小伙子，躲，让你们躲，加油，给力，战斗机关枪，有机关枪，哎呀，我去，还他妈想偷袭我啊，可以，还有谁，我就问还有谁。说实话，最后三分钟我都不想虐杀你们。爆头，再见，大帅，死！西西，救我，西西，救我！帮我拉开距离，来一个死一个，就是神！帮我找他们的人，帮我找他们的人，要躲在哪？找死！说实话，这模式没有技术你们真玩不了，真的没有技术你们真玩不了，你们还是骑自行车去吧，啊，不像我这种全能王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哎呀呀呀呀，打我，你是想死啊，啊，可以的，想死啊，不要让我逮到你们啊，我站着，想死，再见，皇上。就问还有谁？还在爬。一枪，两枪，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，不能快，吓死了是吧，摔死。在一个木板上跑那么快，尼玛，你是，我是第一次见到你这种人，真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三个子弹，最后一分钟时间，给你们一个杀我的机会，最后一分钟，我感觉我有一种黄昏战神的感觉，神呐，神一般的存在。还有谁？太弱了吧，太弱了啊！哎，这几个小逼全跳到水里去了啊，在水里潜水是吧，真怕我仨，真的，你们像这样子没有挑战，真的谁打得过我啊。哎，我去，你们太弱了，我去，太弱了，真的太弱了。那不是我吹牛逼，我一个挑你们全部，你们信不信？你们15个人，啊，我都不怂，啊，
哎呀，太弱太弱太弱，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来，最后十秒钟结束啊，一个小弟在潜水，就在前面，我看到了。MVP 楚仙子神27000，我操，不应该是30000块吗？27000啊。好的，那这个今天这个 GTA 5呢暂时就玩到这里，然后呢想明天接着看的可以点一下右上角订阅，点完订阅之后以后主播直播呢就可以收到主播直播通知了。那剩余呢还有几十分钟，咱们去玩把如龙约个炮吧啊。